那个是什么？那边他的门。我需要拿着它放这里。那个要放这里啊！我一定要放我的家。那我要放到我的家。那很多耶，这是铅笔。一定要带一个枪。我们去那个铅笔投币去采访，那些是我们的小本本呢。妈妈，不敢干。要不要试试看？你帮我把我位置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看，哇，这是什么？房子。这是你盖的房子，要给阿公住吗？你盖这么漂亮，要给阿公住啊？他要到他们家。啊，要看我吗？一来一二。哦，好的好的。一起玩啊！哇，一起玩哈！一起玩才好玩。对啊，一起玩才好玩啊！这不是我们的，这是机器。圆形小孩子。不会不会的，这个阿徐，一起快点！好，我在对面。害羞。那排队上去。超害羞。好啊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一起玩呢？我们，我和姐姐谢谢。我姐姐高。我玩这个，我玩这个。来跟姐姐一起，姐姐教你玩。来跟姐姐谢谢。这个加这个。没有，你要跟姐姐谢谢。大鸭子的哟，然后叫大鸭子的哦，大鸭子的哟，大鸭子的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走吧。一二三，哇，我像火车一样耶，像火车过山洞一样，哇。很好玩哦，哦。嗯。什么？我要走。你要走了？为什么？